小儿童保育院乐享幸福园迎2020新年亲子运动会正式开幕。再次感谢黄倩老师和四名大班小朋友，接下来进行运动员入场仪式。国际操运动员挥棒上努力拼搏，展现自我，他们坚信
李斌，你们是集合重庆最可爱的人，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品质是我们老师和小朋友学习的好榜样，再次感谢，对小朋友的进步感到高兴。健康是拥有健康才拥有勇敢，怕困难学会合作。袁展老师希望妹被评为全国特足球特色幼儿园，所以啊，在今天的运动项目中，我们会融入了许多以足球为主题的各种有趣的、富有挑战的足球游戏。我希望每一位的运动员在今天的游戏当中都能玩出健康，玩出智慧，感受运动的快乐。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遵守游戏规则，安全第一，比赛第二，勇于挑战，大胆参与，开心快乐。也请爸爸妈妈们积极的参与每一项的亲子游戏，用爱筑起孩子们幸福的童年。小朋友们，再过几天我们的新年就要来到了，你们知道新的一年2020年是什么年吗？对了，小朋友真聪明。是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四班张子阳的妈妈，能够作为家长代表站在这里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所有家长对保育院领导和老师们辛勤的付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今天的运动会又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锻炼展示的舞台，相信孩子们会在运动中增强体质，在竞争中学会合作，在游戏中找到快乐。同时家长们的参与也是体验融洽亲情、增进亲子感情的难得机会。作为运动员的一份子，我代表全体家长郑重表态，一定遵守规则，服从裁判，唯一有理。预祝本次运动会圆满成功，祝大家
Oh!
来加油啊！
没有没有没有。